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赋予的立法权限，在海南开展临时仲裁，可以制度型的开放体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，为商事争议的当事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与国际接轨的仲裁服务，能进一步优化海南自贸港的法制化营商环境，助力高质量开展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，积极将海南打造成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优选地。